用探索角度看世界。失去孩子的母亲都是最可怜的，人和动物一样有感情。近日，国外的一名摄影师无意中在动物园拍摄到母猴怀抱小猴嚎啕大哭的画面。视频中，母猴怀抱着小猴奄奄一息，表情悲痛，伤心欲绝，令人心碎不已。但令人欣慰的是，小猴随后被带到了印度中央邦接受治疗，在经过医疗人员的悉心照料后，他完全康复了。小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画面，瞬间直击我的心灵，心里好难受啊。各位亲爱的好奇粉丝们，我相信你们也和小编一样的心情吧。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好奇芒果探索频道微博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更多精彩的互动讨论吧。